第一题，第一小题，由八位同一栋大楼住户中选出三位组成委员会的方法数。我们来看呢，第一小题，那么题目说呢，要从八位同一栋大楼住户里面呢选出三位来组成委员会啊，所以它的组合数我们就利用呢 C8 去取出三个来，所以 C8 取三的计算方法，那分子的部分呢就是8向下来取三个相乘。所以就是8乘7，那么再乘上6，去除以呢分母，分母那么就是3阶乘啊，所以呢我们再来约分化简，分母呢3阶乘就等于6啊，所以跟分子的6呢我们可以把它约分，那么剩下就是8乘7，我们得到呢是有56种方法数。我们来看第二小题，若8位住户选出了3位委员分别担任3种不同的职位，则共有多少种方法啊，所以呢第二小题，那首先呢我们把它选出来，选出来呢就是 C8 取3，那么选出来之后呢再分别担任三种不同的职位，那么这三种职位我们再乘上来3阶乘啊，其实呢它的意思也就是利用 P8 取3的意思，所以 P8 取3就是 P 呢8向下取3个相乘，所以8乘上7，那么再乘上6啊，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了总共有336种方法数。所以呢第一小题，那么题目呢总共有多少方法数，计算结果呢得到是56种方法。第二小题呢总共有多少方法数，我们计算结果呢得到是336种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。